质肥嫩，裹上薄薄一层面粉的新鲜石斑鱼放入锅中油炸，表面煎到金黄，起锅后再淋上经过大火拌炒的糖醋酱，看起来可口诱人。这个是猪肉，将猪肋排、海参、火鲍鱼等食材一放入锅中，再倒入经过八小时熬煮的港式汤底，在蒸笼四小时后，招牌花椒鲍鱼佛跳墙就能上桌，搭配牛腮饭、各式小菜，万豪酒店一桌年菜好料，万元有找。在跨年之前，我们的销售都已经有破百组了，过年前的两个礼拜，很多我们的明星商品就会完售了。乌鱼子、油鸡、猪腱满满新鲜好料拼盘，另一道肉质肥嫩的红烧猪蹄膀象征财库饱满。天成饭店锁定外带族群，推出一系列常温年菜抢春节围炉商机。目前集团内的围炉都已经客满，饭店也顺势推出了常温的年菜，预估可以提升整体业绩1-2%。喜来登也针对小家庭推出年菜单品，像是这道请客楼招牌菜象征年年有余，而福华饭店这锅逼近20000元的人参极品布袋鸡汤更要挑战单品年菜价格天花板。另外六福万怡则是发挥创意，将八宝鸭与粤式佛跳墙融合。今年挑的是江浙菜，然后也有一点台菜来搭配，大概都挑10000块左右。平常比较不会自己做的，比如说像佛跳墙啊，或者是说一些什么红鲟米糕啊，可能就是比较像宴客的那一些菜。特殊食材你可能一锅汤要高到18800，也有可能很便宜360块就有了，所以呢在这个价格里面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迎接春节，饭店除夕围炉年菜预购站提前开打，有特殊食材大抢外带年菜商机。三十元张启晓的副词台北报道。